这就是9月29号上线的免费 A 车墨染青花了。那我是提前拿到了几天的体验权，带大家来提前看看这辆车啊。那前两天呢，我就已经说过这辆车的特性了哈。这车的特性呢，主打的就是一个舒适啊，漂移小喷确实要比其他普通车亮得快一点。而且进阶来说呢，像我这种技术的话，就基本上没有说进阶不出喷的情况啊。这车呢，就算按键时间间隔按的不对，它也会亮小喷。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进阶的时候，是不是容易不亮小喷？那么它这个车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。这点呢，我觉得对于一些学进阶的小伙伴是非常的友好，而且呢出弯也快。那手感方面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的好，一点也不亚于那些联赛车的手感。然后集气方面呢，集满氮气立刻生成氮气，但不继续集气，这一点呢对比普通车集气的话会有实战的一点点优势。然后集气大致情况下是不缺的哈，可惜的是这车没有速度也没有动力加成，但基础性能给的还不错啊。试跑了一下，计时方面会比玛莎拉蒂慢一丢丢，但不明显。总的来说呢，这辆车是非常舒适的一辆车啊。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弹射也非常容易出啊，适合大家拿去练进阶弹射，还有暴力出弯等等等等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收看。